What?你和优米对线的话，线上只有一个人能 Q， 因为优米一直就贴在 ADC 身上，你也碰不到。但对面那个人还有魔法护盾，这边埋伏到了，埋伏到直接打一套，这波感觉消闪现也是被跟闪现了。飞普先回来防守了，这波如果小鹏想越的话，要出事哦。这个位置砍蓝六级，直接大招上去。biu biu 这波主动出击是先一个人单杀掉了一个苍红，梅婆赶到以后，小鹏的位置也很危险。最后梅婆叫了一个闪现，一个进军之墙把小鹏给推了回来。这波梅婆没有过来，你也会死一个人。哎，这波 biu biu 打得好， biu biu 没有在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才选择反击，他是选择看到了这波苍红过来扛到防御塔的时候，他直接。毕竟这个是一个选出来打线的一个组合，但我感觉就司马老贼跟 SWORD 这个组合也是打线的组合，这波想要直接控 SWORD 是交了一个治疗离开第三下，可能会现在才发觉，那看一下苏宁怎么处理了。苏宁这样的交 TP 就是要强越在塔下尝试想要守的，苍红先叫大招去塔下兵，落地的 biu biu 直接开启自己的万雷天牢影，定到以后光辉补上一段伤害，但是老贼这边的输出不是那么够，好险一个夹子夹到爆头爆一下，他最后一点王牌射手能射死，但刚刚扛塔的双路换到上路去，先拿小鬼先锋，然后飞上路一塔。而且老贼这边被苍红绕过来，但是其实他两个队友并不远，福野就在旁边，能不能保住这一个 Q 技能 Q 到的话，已经过热的苍红没有超输出距离也非常远的一个上单。兰博这个英雄的话还好吧，主要他是一个持续伤害，持续你只要说到持续伤害，你就会比较怕拉克斯这个盾牌可以抵挡你的持续伤害。塔前是 Q 到了 Q。苏宁看起来并没有想放这条龙，决定要正面打了。这时候 biu biu 进去，直接开闪现大招，长要杀苍红，苍红已经是被千珏大招给覆盖住。这边有两个残血的多米的一个队员，千珏大招结束以后直接死下，正面是禁锢住了 Maple 是倒下了，但是后续队友跟上以后，微微这波还是在减速到了 mark， biu biu 剩下一丝血 ，biu biu 想把他点死，回头一个 LP 800减速到了司马老贼跟 SWORD 的 biu biu 还回头垫了一个 Q 技能，但最后还是被 biu biu 用 Q 技能给收下，开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效果了。可以看到这一波。biu biu 这个闪现开大很漂亮，不过小鹏是瞬间开启一个大招，不至于兵败如山倒，然后沙皇一个推把两个人推了回去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进入残局了，沙皇被定了一下，然后 ADC Gala 也被司马老贼一枪狙死。其实死前我觉得苍红的大招已经算是不错了，但是这一波毕竟没有看到就是 Nico 的大招去跟啊，这时候苏宁知道位置，应该是想赶紧把土龙给打完，然后撤退，要不然会被拦波。但是这一波千珏跳下去，苍红拿到了这个龙，而且这边 LP 八还减速到这个隘口。biu biu 是先被消耗了一套，开出了一个大招，现在所有苏宁的一个团战条件都已经没了。啊，最后是大龙了，苏宁这个时间点的大龙怎么处理？没有打野，没有强，没有拼惩戒的一个机会，只有把团给打起来，只有杀人。但是 biu biu 这时候也没有大招，这时候作战能力最强的应该是司马老贼以及 Maple。魔点中招反手正面大招打到了小鹏，小鹏这样一丝血开启大招，避免自己被大龙给吐死。这时候大龙被版本 MSI 过后，由 Nico 的优先级比可能高很多。我们先来回放看一下这波大龙团，可以看一下这边一边 rush 小龙，一边在这边挡。苍红是直接一个大招先灌下来，待会然后把人赶一下。这时候 Nico 直接上去跳大，跳到两个人瞬间秒掉。很漂亮的 Tula 的一波二闪，东明的是拿下第一条男爵的时候胜率只有25%，所以他们要好好的利用这条男爵。中路的外塔不是一个好的交战点啊，司马老贼是往后一后还是扛在兰博身上，最后被金身火烤直接给烤死，苍红加一丝血被压紧身，这时候凯能进场，但是被一到了，而且还套了一个虚弱 biu biu， 这波大招是完全空掉了。反手苍红很凶，还要跳进来打一套 biu biu， 但是 Maple 这时候还有作战能力，杀兵把右边两个人给 AD 换上，我觉得这时候停对苏宁来说就可以了，但是 biu biu 也进场想捞更多，然后把自己的伤害掉。这波司马老贼没有放
没有闪现躲不了苍红的大招，苍红这个大招放得很好啊，就是一个直线的距离，让你女警即使是交了E还是要被我烧着。刚刚不是一个好的开团的目标。哦，这时候苏宁反手打大龙，大龙打的速度很快，这波小鹏闪电进去想抢没有抢到，但是趁先集火，微微在自己也被集火开出了一个大招，中辉这波大招伤害拉得不错，去打原地交了一个闪现，正面已经看到 biu biu 是把希维尔给收掉的话，那这波 biu biu 可以肆无忌惮的往前点，因为后面还有 maple 的一个输出，他可以再开启金身，这波连司马姐的王牌射手都还没有出手，蓝波已经死掉了，完了呀，幽冥直接被 biu biu 给带走三杀。而且司马老贼这时候是立刻打完了大龙团以后 TP 到下路来带两波兵线，苏宁这波要的就是说如果不能一波至少也要肯定一波了，肯定一波了，三十秒的时间，马哥这波是有点判断小错误，直接踢中路就可以一波了，是马哥那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反正是留了一个 TP 然后正面拆过来，没想到苏宁在第二条的男爵团是找了一个很好的时间，先打龙，然后逼迫小鹏进来抢这个阵型 ，BMO 的阵型被扯开了以后，就看到他们的团战没有办法发挥出跟苏宁同样，旗鼓相当的一个阵容的一个优势。